我穿下袜子呗。这我哪敢给你穿？那你就去我屋帮我拿双新袜子呗。那行。你看你爸那样，你屋能进去吗？那你就帮我穿袜子。那我还是帮你拿袜子去吧。你信不信我把它扔你脑袋上？你看，不是我不帮你拿。爸，就拿个袜子怎么了？又不是穿袜子。乖呀，闺女，咱自己拿。许愿哥，求求你了，帮我拿一下嘛。哎呀呀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可不想脑袋瓜子上长个大拖鞋。呀，许愿哥，你嘴上咋那么干巴呢？是吗？你要是帮我拿，我一会儿给你润润唇。那太行了，你敢迈一步试试？是吗？哎，那客官里边请。哎。干嘛？给我呀。我那个嘴唇有点干吧。你先给我呀。可是我嘴唇有点干吧呀。你现在都开始跟我讲条件了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不是。是不是该给我涂润唇膏了？我去，三个炸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四个要是喝了的话，这个就是你的了。这什么情况？这不是我袜子啊。我知道啊。你想我穿给你看啊？嗯，行，你等会儿啊。哎，我给你穿。我哥们的女儿对我说，我买了两条。不是，你平时又不穿，你买那玩意儿干啥呀？闺女，什么玩意儿平时不穿啊？啊，那个袜子。你们男人不都喜欢吗？你别造谣啊，我没说过啊。啊，你不喜欢啊？那我不白穿了吗？穿什么？你干嘛呀？厉害的人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我还在这儿呢。啊，好热，我去把外边裤子脱了。哎，屋里多冷啊！你换什么裤子呀？小心老寒腿。那我去把袜子换了，反正你也不喜欢。哎，这你也别换了，这不双层保暖吗？一个袜子还双层保暖了？所以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一般。你俩在这儿说啥喜不喜欢呢？听得我这云里雾里的。丝袜啊？哎，那啥，那我俩讨论女生穿丝袜到底好不好看呢？那肯定。爸，你喜欢？我承认我喜欢。不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喜欢什么呀？你赶紧回家去吧。哎，不是今天包饺子吗？他走了，谁擀饺子皮呀？我自己擀。哎，我外套。闺女晚上不回家呀？她吃完饺子再回家。两条黑的白的呀，都有。你猜我今天穿的黑的还是白的？白的。答对了，我今天穿的白的加厚版。我重申一遍啊，那光腿神器不叫丝袜，这叫棉裤。你干嘛去？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找你爸开黑去。我还有一条黑的薄的。你不找我爸开黑去了？太晚了，走，咱俩进屋开黑去。不带他。哥们闺女把我家弄了，然后说在我家练瑜伽。老打电话了啊。来呀，喜子，过来喝点。大半夜的找我喝酒，准备啥好事？赶紧过来吧，有惊喜。哟，来了，喜子，这就是你给我惊喜吧，许愿。起来。我闺女呢？啥玩意儿？你闺女呢？那外边那外套不是我闺女衣服吗？啥玩意儿？你闺女衣服？那谁的？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你睡在这儿，你忘了？我今天喝多的事儿谁还能记得？你昨天晚上喝多了，然后你带回来一个，你俩住在这屋，我住在这屋，你忘了？行啊，你行，我这就给你闺女打电话，我说你给她找后妈了。别打！妈呀，意外收获！啥？啊，我就说跟你闺女说，我说你跟她后妈在我这惹祸了。哎，别！行了，我也不跟你闺女告状了。那个，你去买点菜去吧，我饿了。行，老弟，那啥，那个，我给你出去买点菜去啊。啊，行，去吧。嗯嗯嗯。你这也没到睡觉点儿呢，你这咋拉着窗帘了你？哎，别！咋了？那个，
我拉，你去买菜去吧，我拉。那谁拉不一样啊？真是的，这。爸，你吃了吗？我要说你闺女来我家练瑜伽，你会信吗？你看，自己还带了一身瑜伽服。许愿哥，你冷不？哎呦我的妈！先跟好哥们儿的闺女基本确定关系了啊！今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正式约会，一会儿替大家尝口他奶，看看他什么反应。大侄女，奶给我喝口。不给。为啥？你叫我啥？大侄女。昨天的话白说了，你还这么叫。那你先给我喝口奶，我渴了。那你叫我什么？大侄女啊。还不改口？那宝宝给我喝口奶，这行吗？不给。为啥？给我喝口呗。嗯，不给。咱俩都这关系了，喝口奶咋了？咱俩啥关系啊？昨天你不喜欢我，又呆又笨还怂吗？今天不怂了。哎呀，快点给我喝口奶。我爸。嗯？吓唬我是不是啊？我发现我爸不在，你挺猖狂啊。你爸在我也猖狂啊！快点给我喝口奶。哎，我再给你买一个去。哎呀，我就喝你的。我这就剩一口了，我现在就去给你买。哎，你现买的奶没有你的奶好喝。那个你看你爸原来是我哥们儿吧，那现在都快成老丈人了，那我喝你奶怎么了？不是咱俩第一次约会你就带我来陪你上课呀？那会儿老师过来给我轰出去咋整？你还好意思说，人家都是男生带女生出去玩。我倒想带你出去玩啊，你得没课才行啊，你这不有课。这咋还又整出一盒了？我饿了。嘿嘿，这回我能喝了吧？不给，我嫌弃你。我都没说嫌弃你呢，你还嫌弃我啊？你张嘴啊，过来啊！过来，不是，我还寻思你要给我喝奶呢。你都没刷牙，我咋给你？那你喝的这是公牛奶还是母牛奶啊？啥？这玩意儿还分公母？那当然了，依我看你这应该是母牛奶，是不是？我咋没喝出来？你喝不出来，我能喝出来，我尝一口我就知道。你当我小孩儿？你尝一口你就知道，我可不信。那你敢不敢让我尝一口？啊，母牛奶，绝对是母牛奶。我咋不信你尝一口就能知道公母啊？你也没有依据啊，我还说是公牛奶呢。你想啊，来细想，谁家公牛产奶呀？你，我操，什么玩意儿公牛，什么玩意儿母牛？什么玩意儿奶呀？不是，你啥时候来的？你说公牛母牛的时候我就带着了。不是那个家长不让进学校，哎。